面这一条呢，一起来看一下，有人忍不住在微博咆哮了。私生饭是什么？想来很多观众都不太清楚，其实私生饭就是那些爱偶像超出理智行为的疯狂粉丝们。在韩国，因为有大量的私生饭的存在，让明星们的日常生活有很多的困扰。最近 XO 的成员黄子韬就忍无可忍的在微博上向私生饭们咆哮了。我实在是受不了半夜三更一直给我们打电话的，一天到晚发短信的，不管去哪里都要偷偷跟着的那种人，有意思吗？我很讨厌别人来打扰我的生活。我不是罪人，出去不是去犯法，我只想工作完了可以安静的休息，有属于自己的空间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。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出来，黄子韬已经十分愤怒。其实早前就 XO 成员曾被私生饭拥挤受伤，这次黄子韬在浴室唱歌都有私生饭来窃听，想想都让人难以接受啊。不过在发出这条微博不久之后，黄子韬立即删除，用缓和的语气再发布微博，希望粉丝们能够理智追星。